我做四点报告，因为要讲行程非常的紧迫。第一点啊，第一点就是两个抢险的地点已经全部完工。第二点就是东港西的治理啊，我们会得从这个界点，林洛排水跟明治排水的上游啊，是红岸管。拜托了，好，管理就。西南，一定要干净，这沙发瓦。不怕嘛。这个叫做先去点规矩，拢去。这个做还是第一个。